去！最安全的地方。外面有暴龙，咱们也出不去啊！放心吧。
王珂的家窝已经进化出了一个种像，即便瞎了双目，也不耽误他感知猎物。世界的陆地霸主已经出现了，接下来还会有，海里游的，天上飞的。
你放。混蛋。咱们两个现在算不算是和好啊？你想得美！哎，我的背为了你都被恐龙抓得皮开肉绽了。好，奖励你。这算什么奖励啊？由于外界，怎么也得两个人一起吃，然后再让我中间掉根绳子。那可不。然后开始进入到冬眠状态。随之蛇本身就会进入到一种麻痹的状态。在温度变暖之后，蛇开始畸形。畸形初期，呼吸由节律性转变为间歇。经过几次晨发性呼吸之后，又变成节律性，并且频率越来越快。气象局发布橙色高温预警，预计未来72小时，本市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，请广大市民做好预防。插播一条消息。今天凌晨，国内生物医药领域巨头阴基集团发生猛兽袭击事故，造成多名人员伤亡。经调查，猛兽系通过基因技术人为制造，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。目前，涉案人员已经全部抓获，阴基集团也已不幸机关停。